今天去给粉丝选一只双血统的金毛，走吧，一起去看看双血统的金毛有多漂亮。哎，刚来这边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这不是小狗仔吗？我的天哪，哎呀，这肯定是天热，小狗生下来没成活。这还有一只，哦，这一只可能还活着。我天哪，太可惜了，这已经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六个小狗，我的天哪，全军覆没了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哎呦，这一个还好，这个小的还好。哎呦，太可惜了，养殖太不容易了，一年也就熬这一窝，这一窝，哎，还六个出问题，哎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走吧，咱们看，给粉丝看一看。这边已经来到双血统金毛这里了啊，咱们给它挑一只体肥膘圆的啊，咱们抱出去行不行？看哪一个好看，咱们把它抱出去。我感觉这一只还不错，脑袋又大，嘴巴又宽，这一只也不错。血统的就是不一样啊，你看它腿特别特别的粗，哈，我的天哪，太漂亮了。这几个是羊工厂的老板自己留的这个繁殖的，做种工的，这个也漂亮啊，他自留的，非常的 OK 啊。这一窝是可以对外接客的，咱把它给抱出去了，这一只非常的漂亮啊。哎呦，还给我打招呼了，走吧，就你吧。来，已经把小家伙给单独抱出来了啊，在太阳下就可以看到它的真色了，是淡淡的浅黄色啊，也是奶白色沙滩金。你看这骨架和我拍的那200-300的不一样吧，有点害怕，胆子有点小啊。骨架非常的粗啊，非常的大，刚刚在屋里面看不到真色，现在也看着不是特别的好，因为这个没有打理，欠缺打理。看漂不漂亮，走吧，跟我去新家吧，然后找个好主人一起享福吧。你看这骨架特别的粗，比我的手都粗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。一般的普通的金毛啊，普通款的也就是两个手指骨架，现在这两个手指只够它的牙。看看这个漂亮，一块果然不一样啊，你看太漂亮了。